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胡夫汽车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就是我们的1218集的节目。今天呢，来到了 SS 第60号的废铁的分享。这是工程金刚小队里头我个人期待度最高的一款，是的，它是 Number One。第二高的呢，则是这一波会推出的 L 级的那一款，应该是叫做重载吧，还是超载，那一款是第二期待。这两个家伙为什么会期待度这么高呢？因为过去在电影第二集的时候呢，是没有推出他们的Deluxe 或者是 Voyage Class 的玩具了，当然 L 级的更不用说了。因此呢，对于一个全新的一个模具的话呢，我的期待度呢自然会从60分起跳非常的多。第二个会让我对他给他 Number One， 是因为他的这当时的这个设定稿我就非常的喜欢，我觉得他好帅。当时觉得他最帅是因为他头上有这两根这个东西啊，当时就觉得说哇，这个家伙的这个造型有那种昆虫的感觉，但是的话呢又有那种强壮的机械感。然后就是没想到说呢他是在海底呢，说是被拆掉的是他，可是说小的拆的，可是他是去 Voyage Class。 那你看这个，如果以玩具来讲的话，这个之前这个叫也是做的比他还小啊，反正这个就不用特别去追究到底谁拆的谁的，反正我认定应该被拆的是他，可能我今天讲的又是另外一个。反正我当时看了这个设计图，就是反正被拆的是他。然后呢，玩具实际上拿到之后呢，你会发现它这个胸口，你看胸脚这个体型像不像密卡登，像不像 Megatron， 像，对不对？所以 Megatron 是身上有了他的 DNA 吗？是，所以这样解释可以解释得通吗？我觉得反正我是信的啊，你不信我也没办法了啊。总而言之呢，这一款的造型呢我有爱，再来是新的模具，所以对它的一个期待度很高。实际上拿到之后呢，完全没有失望，真的是太棒了。以 SS 系列的玩具来讲的话呢，这一款呢我已经是直截了当的告诉你啊，超级超级的推荐了。不管你要不要合体啊，即使你不合体，我也觉得它是非常非常非常棒的玩具哦。我对它的推荐度呢基本上呢只比之前的这个 SSD 5号的 Voyage Class 的 Starscreen 稍微低一点点了。当然如果你是推车控，你是轮胎控的话呢，那这个的话呢会是一个 number one 的一个家伙了啊。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一些细节，它的细节就整个反正就很怪的一个家伙。它的头啊，头雕细节做得非常的细，而且它的头部的话呢是另外在涂装上去的，我推测它是在灰色的塑胶件上面去涂上黄漆，所以呢虽然有点厚，但是呢有那种油污脏污的感觉，而且就很邪恶，虽然很丑，但是就是丑得很帅。而它的可动的话呢，哎，非常的棒哦，它是一个球形关节，上下转，你不觉得它怎么样啊？你左右转的时候那个不一样了啊，对不对？你上下转不一定什么感觉，它这个左右转的时候啊，哇塞，这个一副那种要过来不知道吃掉谁那种感觉，帅到爆，对不对？我超喜欢的。然后呢，变形的需要呢，这里有一个上下动的一个关节。唯一来讲就是说这两片啊，就是分件是不分的不够明显啊，因为在当时看的那个 CGI 图里面，这两根是就是像这两根像蟑螂须一样啊，涂在后面非常的帅，但是这个是整块部件就有点小，没有那么样的一个。如果就是这一带啊，这一块啊，跟下面中间这里把它挖开的话，让它中间有个挖开的一个空间的话呢，真的会更好看，会好看非常的多。然后这两片呢，延伸出来的这个肩甲啊，靠在这个地方，我真的觉得是帅到炸。然后胸口不，肩膀跟这种轮形的造型，就很有 power 的感觉，像这个 G1 钢索一样的一个视觉的感觉。二头肌一样是可以转动的，这里有一个双动关节，好啊，非常的帅气。然后呢，手臂的造型呢也很帅，可惜是不能张开啊，它是整块是部件，也不能转啊，只能够上下这样动。但这个感觉就好像是一个流星锤，这样可以甩出去的那种感觉啊。不过这个玩具没有做出来啊，应该也是，是不是在电影二里头，是不是在 Sam 在躲藏的时候，是不是有类似这个家伙，然后弄这个武器去攻击房屋啊？我已经不太记得了啊。那另外一只手的话，造型不一样啊，是一个不对称造型，两手的话都可以有一个两侧张开的一个造型，拥抱我吧，各位。好啦，这个地方也是可以360度的转动，没有问题的啊。然后这个可动的话两者差不多，这里的话多了一处的关节可以转动。那这个地方呢，变形的需要呢，它有一些可以分离的这个部件。那各位你有什么这个玩具的小道具啊，可能大家都有一些小心得啊，叔叔我就比不过年轻人啊，你们就有什么创意就告诉我吧。
不用告诉我也没关系，反正我个人是没有那么大的兴趣啊。脚的话呢，往前往后踢，而且关节还偏紧实啊。这个地方一样有一个外摆内收啊。脚的话呢，下半部比较没有什么可动啊，这里可以动而已。这些地方基本上都是有卡扣去锁死的。但是呢，这个造型的话呢，就是很帅啊。这里多层次的一个这样子有油压的管路啊，这种造型。然后这个地方啊，这个像是铁钉的这个 style， 非常的帅气。这个身形就一整个很像密卡登，对不对？有没有那种感觉？有啦。那它的可动的话，下盘的话，因为造型比较特殊，那就但是它这可以蹲下来看啊，看一些小体型的这个欺负这些体型比较小的一个变形金刚，还是完全有它的一个霸气的啊。行吧，那这么好玩有趣的玩具的话呢，就实在是非常非常的推荐啊。说到这个啊，这个旁边的小摆饰今天刚照相，忘了把它拿出来。哎，就拿出来啊 ，OK 啊，证明这个我们这个影片不是盗版的啊。我们呢来示范一下它的变形过程了哦，也是蛮有意思的啊。首先的话呢，我会习惯的把这一块部件给打开，从这里挑开啊，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挑开，挑开，头往下压。这个呢，第一次压的时候，这个地方呢卡有点紧，你要稍微用一点力气，这样子推它才能够完全的推下去啊。要把一个人的头按下去，那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啊，人家要心服口服啊。然后的话呢，我们把这个手臂这个地方给解开，这里两侧这里松开，这里也是一样的松开。松开之后的话呢，我们才能够把这块部件呢给整个的给抬上来。抬上来之后的话，我们要做什么呢？我们最主要是要把手臂呢先给缩进来。而缩进来之前，我们先把这一块部件给打开啊，打开，挑起来啊，到这边就可以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家手的话会从下面经过啊。这具体的做法是很简单，这样顺着折进来就可以了。这手折进来之后的话，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这里是有一块凸啊，这个要折进来要扣到这里面啊，这样子进来，到这边，到这里，把它给扣进去，然后就躲开上面这个家伙就行了啊，从这里上往下 ，OK， 放进来，另外一侧也是一样啊，相同的一个把它给放进来，然后一样是要把这块凸啊转过来，跟它这里做一个结合，到这边，好的，结合之后。两手臂呢彼此之间呢还有一个结合，再把它扣紧，那这个地方可以稍微把它往下一些啊，然后呢这个我修饰像一个这个流星锤这个东西呢，把它往下面拖一点点，那接下来的话呢，把这块部件的话呢是稍微的转到这边啊，暂时到这就行了。那这个部分的话呢，说明书的解释的是真的是看的不是很懂啊，然后这个地方有一个结合卡扣，从这把它给扣下去啊，手臂呢到这边就变形完成了，非常妙的一个结合。然后这一块部件的话，就把它往上，不对，这里是往这里吧，我记得是这一块部件，不用啊，直接推到后面就行了。然后呢，这个部件把它给往上面推上来，好，到这边，接下来就整理它的这个腿部。腿部的话呢，说明书也是讲解的比较困难。但是它有几个大原则啦，首先我们把腿给解开，这个部件从这个地方，这里把它给松开来，这里有一个结合卡扣，把它给松开。那松开之后的话呢，我们要记得就是把这个部件先松出来，然后呢，它在转的时候呢，这个两个位置要先做一个简单的对调啊。错位开的时候呢，这个轮子会挡住，所以先把这个轮胎往后面推，然后这个地方转上来，好，到这边。接下来的话呢，我的做法会是从这个地方。推过来，然后整个脚给打直，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要先把这个凸给扣进这个洞，这里可以翻转180度，然后脚的话呢，先滑到这里头来，到这边，好，到这里，把这个脚后面的话呢，跟这里轮胎后面跟这里结合，然后这个部件的话呢，就沿着这个地方，它唯一也只有这条路了啊，这里也只有一条路啊，并没有像子午谷那么难走，各位就不用担心了啊。然后这个地方呢，就推一下就会整理到位了，然后呢，把这一块部件你看到没有？这里，这个地方，待会的话呢是要把这里呢翻下来，好，然后这里有一个凸跟凹的一个结合在这边，把它给扣上去，好，然后这一侧就过来到这边，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结合的位置在这里，好，那就是利用这一些地方的这些多重的关节什么的，去把它给拼起来就对了，好，这一侧就算 OK 了。另外一侧的变法呢，我们就可以稍微快一点咯哦。你要记得它的一个大原则，第一个是把这个翻过来，这里是先解开，然后推出去之后呢，这个脚前后错位，好，错位过来，然后呢再把这个部件的这一块凸给翻到内侧去，然后这一根
手臂的原本的这个部分呢，就这里整个打直，从这个地方啊斜着插过去，然后从这个地方啊就让它过去了，然后我们的这一块凸跟后面这里做一个结合。这个变形的话呢，我不得不服了啊，这个以近几年的一个 V 级来说的话，这个变形是算是非常的精妙的。然后这个部分就反正就已经穿过去了，就整个往前伸了。往前伸之后的话呢，这里啊往后面一推啊，这个铲子就出来了。然后的话呢，把这里就利用这里的多重关节啊，跟这个手臂这个地方做一个结合。当然侧边这里也是有一个小凸啊，跟这个侧边有一个小凹啊，这个地方基本上的话呢都会自动扣到定位了啊。主要还是下方的那个大凸跟大凹扣在一起就没有问题了。好的，那么呢我们这一款工程合体里头，那这个啊，这个有点妙啊，这一块就是原本的这个刺球这块只是往下面折而已啊，就收在下面了。然后就是还蛮妙的，因为它的一个部件的话呢还算隐藏的可以吧，就是把它已经给隐藏在这个铲子的一个下方去了。问题来讲的话呢，可以说是处理的非常的好了。那这个就是我们这一次这个 SSD 60号呢，这个废铁呢从一个还蛮帅气的一个黄色机器人变成一台这个轮式铲车的一个变形过程了。至于它的载具形态呢，我不得不服，也是很好看哦。这种我经常叫它叫轮式铲车，就是这个是轮胎，那是铲车，但是轮胎式的，而不是履带式的啊。滚动性的话呢，这个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好啊。这样一推过去啊，你看还会弹回来，就知道 OK， 它这个滚动性是做到非常的好的。后方的话呢，这里是两层轮胎，但实际上里面这一层呢是一个造型哦，这个在固定腿后面用的那个关节。那机械感的一个刻画来讲也是做得非常的好啊。那前方的话呢，这里的话呢就是这里有个大空洞啊，但是就不特别计较了啊，这个地方可以往上往下动。OK， 它的可动就到这啊。这下方的话呢基本上呢已经被这里的造型局限住，也就动不了了。上方的话呢有一些油压啊，这些工程用了这些载具的一些细节刻画上面还是都有的，包括到这个驾驶员的这个位置啊，上方有两个这个大大的这个圆形的这个造型啊，还有这个排气管，真的觉得都非常的帅气啊。那后面这个部件的话呢是联合手臂用的，这块你不翻的话垂在后面也是可以的，但是我的习惯是推到上面，感觉会比较好看一点点。然后的话呢，它的一个轮胎的一个比例来讲的话呢，可以说是占到整体里头非常高的一个分数了。机械的部位也算隐藏的相当的可以，因为它本来手脚之类就做的很有机械感，头又完全藏到肚子里头去了，所以就不会有什么很大的问题啦。就是从这个地方可以转了啊，滚动性的话呢又非常的好，大小的话呢有啦，有一个 V 级的样子吧啊，稍微还是有的。那么呢又迁就到可以合体的情况下了，这一款的人形跟载具的一个完成度呢，我真的都是要给予一个非常高的一个分数的。那它的一个变形成合体之后的样子的话呢也是非常的简单啊，非常的简单。首先呢，它的一个是说是这一块部件要把它给翻出来啊，说这块部件要翻出来，然后是把这个是好像是把这个部件给翻折过来。那我是看说明书说这个地方要打开然后又合起来，我不太清楚它这个是目的是何在了啊。反正就我看了一下说明书的感觉，好像只是把它这样子给反过来，然后这个地方就是伸出来之后就爬出来啊，到这边好像就只是这样子而已，并没有然后还有这块部件我应该是蛮确定是没有卡过，它就是把它推横向，就把它给推横向，就变成一只手臂，然后这个地方就是把它给推上来啊，好吧，然后这个地方说也是要记得把它给推出来 ，OK， 就好像合体的手吧，好像就是这样吧，反正有一根两根指头，然后再加上这个，就它的一个胳膊了啊，OK，Anyway， 反正就是这样吧，反正到时候合体的时候呢，有不足的话呢，还会再跟大家做一个补充了啊，那今天的话呢，就给大家真的是蛮推荐这一款玩具，即使你不合体啊。单收这个家伙的话呢，在自己做一点旧化勾线的话呢，都会是非常有看头的一款玩具，拿来做推坑啊，拿来告诉你的朋友说，哎，你有没有玩过变形金刚啊？这一款的话呢，也是我认为是非常适合拿来推坑的一个高分数的玩具了啊。那今天的话就跟各位进到这边咯，非常谢谢各位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